夜访男人会馆。对，第一次来有跟我们说这个砍头的，然后来当地人跟我们说，这个是当地人拿着一杆枪，然后靠在守卫休息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干活的时候就站起来，你看胖了那么肥，他平时肯定想坐着。你说砍头，砍头怎么像都不合理，这里没有一个凹坑，插在这上面，插在上面，头又露出去，这咋砍？然后这里呢跟人骨文明有点关系，你看他这个，这地方修的是一级一级，下面玛雅金字塔。你看它是一级一级一级在，这也可以上去。你们都不怕鬼了，这就是它的墓啊！你看，应该也刚过了清明节，这有个新的墓。没有人当心，不要吵人睡觉了。然后这边其实发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，就是一级一级这样的金字塔，他们叫 terrace， 直译就是梯田，但其实就是远古金字塔，跟那个与那国岛的是同根同源的。它墓体还是偏西式。你看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墓，对，这个就很古老了。看这个十字架，这个坟应该是蛮久的，这个墓，这个墓站挺久的。那后面那种放大理石的，就是现代的，看不清啊，是风化的。他们的墓葬为什么这样子？对，你看它没封起来，这是干嘛的呀？或者是篝火？